如今你已是南唐王了，在其位当谋其政，既要谋政，当坚定心中所求，明晰未来之路。何时何路？你所求这一点未必比我那两年简单，如若此言并非少年意气，此途艰险，你心中当先明。你同情作恶之人，法下容情，我会记下。还有什么想说的？九策十四书若长久施行，必损世家之力。你与宣昭不同，今夜你来是来辞行的吧？此路得你同行甚好，我也期待着与你共看变法后的新天地，若失败，
休沐日卯时未至，林首府便与众文臣书房议事。南唐王爷早起，在庭院忙前忙后，真是热闹。听声响，你是在收拾行囊。南唐王亲请，文某一介庶民，岂敢不从呢？原以为你是临时起意，却不想竟这般深谋远虑。也罢，这时节莲藕将丰收，我也该去看一看。南唐王与文某说这些，不知有何深意。昔日我赠金印，是因欠你三桩人情。如今，你……答应了，只是有一点，文某想要先说清楚。此事，文某心甘，故而不必算坏人情。多谢王爷，双赢的交易，文某是不会拒绝的。如今你虽有南唐王之名，但花家落魄已久，实力不够。银钱一道，虽有同文行先前运去花家之财，但他大多用于名声与教育，所剩不多。花家如今背靠青崖，加之先南国公的名声威望，和你这些年结交各地名士之情，算是势力。但一方为王，财权民兵，仅仅如此不够。何必文某赐教，
纳贤一事你已经在做。商道求财大多以利物财而生，不过最核心的还是以人生，而天下大道大多相通。若你有更大的图谋，便需要招揽更多的人才。孺子可教。若花家南唐王可办归廉盛宴，能收获的益处可不仅仅纳贤才这一点，还可壮声誉，搜民意，是心法。不必诧异，这并不难猜。首府有心变法多年，乾德帝顺利登基，有首府之力。而近几日府上造访文臣渐多，想来这变法之风将起。你想在归廉盛宴时，介于百姓共襄盛典时探讨新法，搜集民意，这很好。只是要小心，莫要留下把柄。毕竟乾德帝与林燕如政见不合久矣，他的支持未必如你这般全心全意。此外，恕文某直言，首府选在此刻变法非上策，但纵观景史，也确实很难找到真正的天时地利人和。这是一招险棋，但不是不能赌。既要赌，便要动作再快些。归廉节要在变法之前，乾德帝下令新法施行前，你也需暗中准备。待一招令下，即刻施行。先下手为强，此局才能留一线生机。陛下的棋艺又见长了。白子这一招，先下手为强，直捣天元，出其不意，悄无声息地取了中正之位，甚妙。只是，爱卿但说无妨。白子大龙看似驰骋沙场，极力扩张，可这金角银鞭却依旧盘踞在黑子腹中，所图四处受限。长此以往，只怕危矣。如今是到了该走这一步棋的时候了。王爷妙手，妙手啊！奴才虽浅薄不懂棋，但也看得出这白子大龙先杀入天元又如何？王爷黑子盘踞四周紧要关卡，这白龙无力扩张，甚至剑被架空。取了天元，看着得意，实则不过是在天元位自掘坟墓。恭喜王爷，此局优势在后手，有大胜之象呀。你倒是机灵，不过眼下下定论还太早。若想稳胜，
还需再检出白子更多的羽翼，不让他有翻盘的机会，此局才算真正落定。陛下，这是何意？林燕如，起风了。首府大人，在下叨扰了。本不该深夜叨扰，但在下久闻首府要行九册十四书之事，心中敬佩向往多时，想要相助。下官眼见半朝文臣都来首府府上过了一轮，还未轮到我，故今夜不请自来，讨一盏温茶。九册十四书你亦见过，你以为此法如何？十三年心血集一卷，自然极好，堪比周公伊尹。首府心法于大景如刮骨疗毒，若可长久实行，于万民万代皆有大利，在下愿倾囊相助。你的心意我明白，只是变法一事，我已与诸位大臣安排好了一切，不少情形分内事即可。首府担心变法一事莫测，想留在下一个后手。如若万一，大理寺总得有个公正的大理寺卿。大人手下文臣何其多，为何要选在下做后手？或许是因着以下犯上一事，唯你有执念吧。多谢大人照拂，在下会听命行事。只是在下以为大理寺少卿一职就挺好的，勿需万一。北华清侯特来拜访南唐王，还请通报。
那等春暖花开后，小爷我定随你见识去。我记得，不过今年这归莲节好像早了些。若真有那一日，小爷我可以不玩的。竟然有人在舟上胸口碎大石，这合理吗？文某也有些疑惑，归莲节不是庆贺丰收的节日吗？怎的如此多吆喝声，倒像是同文大会。听说此次归莲节是南唐王举办，各个府城心知肚明，家主有纳贤之意，所以只要身上有些本事的名士都来了。哎呀，久闻南唐王爱民如子，我是苍阳的义士，烤得一手祖传的烤鸭，南唐王你可一定要尝尝，够不够做王爷府上大厨？南唐王吧，哈哈哈哈，终于遇见您了，我这一身武艺终于有用武之地了。王爷，久仰久仰啊！听说王爷发家之前喜欢饭偶，我今日拉了一车偶像赠，王爷莫要嫌弃啊。家主，他也是来投奔南唐王的，我之前同他过过招，武艺卓绝，很是难得。不过这几日来投奔花家的闲事太多，我与灵山都来不及细细盘查，所以此人暂未安排。小爷我可算找到你了，居然在这偷酒喝。哈，小爷我可算找到你了。花少主。花学子。夜深了，该回去了。
星辰各有其道，兄长可寻到了你的道？爷爷，对不起，一年之期将至，我未曾手刃仇人，但我护着姬家，叔伯仍认我为姬家主。清雅如今也遍布大境，爷爷，你的夙愿会实现的。待我做完这一切，我一定会替你报仇。便议到此处吧，郑卿家可还有事要奏？陛下且慢，臣有本启奏。言之有理，大境积弊久矣，朱清可有计可解？食君之禄，担君之忧。大境满朝文武，皆是各个府城英才。禀陛下，臣虽无良策，但听闻首府大人有九策十四书，可解大景之困。哦，凌首府何为九策十四书？首府高瞻远瞩，考虑周全，此法必能裨益万代，臣等附议。凌大人高见，我等拜服。臣附议。臣以为此法不妥。老臣也以为不妥。此法伤大景根基，凌大人还是太冒进了。言之有理，言之有理呀。新法开，可立万民万代，有何不妥？这依下官之见，凌大人这变法不妥有三：一，教无类，启民智虽好，但如今国库空虚；二，改税制、廉政制非一朝一夕可得，大人又提倡严法，难保不使朝堂上下人心浮动。
许大人所言有理，但首府之才，大景皆知。册书虽有疏漏，但凭首府之能，必可妥善处理。既无异议，变法便交由首府全权负责。林大人，你可莫要让朕失望。天下还有这等好事，要是我那不成器的孙儿能去学学技术，俺们家日子也能好些。哎呀，是嘞是嘞，这两年啊，赋税逐年增加，都要扛不住了，还能减税？真的吗？若我能识字，也不会被东家骗了田产，我要是读了书，是不是也能去科举？我要是做官了，定把恶人千刀万剐。要我看啊，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。程永帝继位的时候，摄政王上任的时候，不都发了不少惠民之政，听上去都花里胡哨的，但层层盘剥，真正利及于咱们的又有几个呢？确实啊，我打安禄兰，要说我们那儿崇尚考学之风多年，一处府城倒也凑合，但要说考学大过大景世家权贵，天方夜谭。世家权贵于社稷有功，平民什么都没做就要和他们享有一样的权利，这什么恐怖话本？种农是好事，大景如齐安、念云、金兰等地皆地广人稀，适宜种植，不过这税赋怎么才算减，可不好说啊。哎，我记得有几年啊，明面说减税，结果苛捐杂税一家，哎呦，好家伙嘞！刘英，天权府通判之职。程永十年至今，共计侵吞百姓田产30000余亩，擅自招徭役，大兴土木，祸乱一方。连坐者有：所犯罪行确凿无误，一律当斩其主谋，从犯一律革除官职，服流放之刑。其下属官员皆停职查办，着堂下即刻画押。哎呀，这个月真是我老曹任官任的最全的一次了。对了，
你们可要尽快整理好卷宗，今日就送去大理寺。卷宗要做得简明漂亮。如今灵首府大刀阔斧的改革，不消想，大理寺的卷宗一定是堆积如山，我等可千万不能给他们添麻烦。这大景就要变天了。俺听说今年首府新政减了税，那是不是我们这个月丰收的麦子就不用往上交一大半了，还能申领高产新稻种？官爷官爷，这小商小贩减税是在这儿填表申请吗？填了表真的能免一半税，还能领援助的铜钱？王爷，我家娃娃的爹是从商的，真能去书院读书，还能参加科举俺今年66了，大字不识，也还有机会去新建的青衙。粮铺的麦子长得如何？此首府之功绩也，他们应当算是第一批变法汇集的人群，百姓为己而耕种，自然更上心，亦更卖力。变法若能坚持到明年，收成定可大增。确有计划，今岁收成减了税，盈利颇丰，可积累初始资源，但若想做大，还需开源才行。不错，粮道被打通后，对各地都有增益，粮食生意向来是稳赚不赔的买卖，这是其一。二来，我已差人买下了当地的几间铺子，等时机一到，就借同文行之前打通的海外商。此番所赚银钱，文某亦会赞助青衙，助书院扩招学子，为新法培养人才，与王爷首府同力。不过，文家新行既资助书院建设一事，还望王爷广而告之，许文家一些微薄声誉。与有同力，广益百姓，那便叫广利行吧。家主，不好了，青衙书院的大棚塌了。这
首府的新法说，家里的孩子都有入学的机会，可我前几日带娃来，却听人说招不了，要限制入学了呢。申请入学也要填可长的表了，审核极为严苛，我就回了，好险，得亏没来。明日就要开学了，就这么几间破屋子在，还都塌了，朝廷给的钱都去哪儿了呀？我听外乡人说，各地新法看着厉害，其实都是花架子，政绩作秀，和这塌了的棚一个样。禀王爷，查到了，您看这几个木柱的断面平整，有人为痕迹，这大棚是有人故意弄坏的。家主，我方才遣人比对了入库的物资，发现账目对不上，货物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损耗。广利行出资助青芽开办学堂了，广利行租下东间十间空房供学子上课，还请了不少先生。我这就把我娃带回家，真是好人呢。是啊，首府在官场多年，不会轻易被阿萨手段绊住。但一叶知秋，你我也需提前做好准备。若摄政王已入局，这些事恐怕只是一个开始。